全牌开始。台湾民众党全体人员手提清香，天清地灵，生生拜请众神保庇。地址是台湾省台北市松山区南京东路三段261号二楼。金鸿，1113年正月初六。当兵演说，是不是你会不会觉得不甘寂寞，要维持身量？哎，我跟你讲哦。我每天哦，每天做事的时间都不够了，还有什么叫不甘寂寞？我说这奇怪，你们来这么多卡妹来问我说你不甘寂寞。主席，我请问一下，因为现在除了双黄战，双北市也传出这个张其凯委员可能会在嘉义县，那林文灿委员可能会去转战屏东，来布局2026大选，你有何说法？台湾有22个县市，所以像这种事情的，今年才是2024的，还早哎，这一段期间。很多情势都会变化了，所以到时候再讲吧。另外想问一下说，因为您现在讲国会自主，但是您现在一个礼拜要去党团开两次会，那有人质疑说会不会跟党团之间有所谓争主导权的问题？这是这样的啊，其实中央党部跟党团哦，还是每个礼拜要有一个沟通的平台的，所以趁这个机会大家沟通一下意见。其实国民党、民进党他们一样也是有中常会嘛，也是有沟通的时候。主席今天开工，但开春也是蔡壁如开工，那主席还有跟蔡壁如聊过吗？这个礼拜是没有了，这个早等那个过年后找时间再跟他聊天。你会怕他跟卢秀燕越走越近？这是这样的哦，蔡壁如如果是去台中市政府上班，你知道，他就是台中市政府团队的议员嘛哦，所以怎么会有你？不应该出现你那个问题，说什么跟卢秀越走越近。那本来既然是你是人家的一个团队里面的一份子，本来就应该要合作在一起嘛。